嗨，大家好，我是威斯蒂。这边我要介绍我在雅虎拍卖带回来的新玩具，是美国迪士尼的小熊维尼的好朋友益友，那是驴子的绒毛娃娃。那我们是在这个雅虎拍卖的卖家上面所带回来的。那这边有这个益友驴子的照片，所以我们带回来的色系呢，就是蓝色系这个版本。好，那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个驴子它的外形的照片，那它的外形呢，比较符合这个迪士尼官方授权版的这个版本，所以说看起来比较不会很突兀。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带回来的金额呢，就上面所标注的新台币1500元整这个价格。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那这边有提供它的一些相关的照片，那这是放大后的版本。那个人觉得这个版本的话呢，是算蛮忠于原著的，所以其实也蛮可爱的。好的，那这是下面它的一些其他的介绍。OK，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带回来这个迪士尼的益友。好，那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已经有拆封过了，所以说呢，我这边的话呢，其实就是直接给大家看已经打开后的结果。OK， 那这边的话呢，塑胶袋我们一样先把它拿出来。好的，那现在它这个已经站立在我们桌面上面了。OK， 那可以看到这个是蓝色的版本的部分。的那前面这是它的驴子的正面的部分，那这边的话呢，它有个这个牌子，那这个是迪士尼有它这个相关的一些介绍的部分。OK， 好，那这是驴子它的正面的部分。好，那这是它侧边的部分，那侧边这边的话呢，一样有这个迪士尼它的官方的这个授权 logo。好，那这是它的驴子后面的部分，那材质的部分呢，可以说触感相当的好。好，那这是它的脚的部分，这是驴头的部分 ，OK， 益友的头，那这是它的耳朵。那它的尾巴呢，颜色的话，粉红色的比较深一点，可以看一下，跟之前有带回来这个。一样是灰色系的那个版本的话，它的驴子的尾巴的粉红色系比较浅一点。那个人是觉得它这个造型呢，其实相当的可爱。那因为还是要选择那种就是官方授权的版本那外形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突兀，这跟我想象中的版本是一样的。那对喜欢益友的朋友觉得这个绒毛娃娃应该也会蛮喜欢的。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跟大家打个招呼，益友。OK， 好，那这个这只益友绒毛娃娃的部分呢，相信这个因为毕竟是官方授权的，所以说它的材质呢，跟它的触感来讲的话，其实都还算不错。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个外貌的部分。那这是正面，这是它侧边的部分。OK， 那可以看到它这个鼻子它这个材质其实都还不错。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带回来这个益友。好，那我们这边就介绍。今天带回来这个小熊维尼的好朋友益友这个绒毛娃娃，那就介绍到此。好，谢谢。